这是延吉市往大千城走的这个路上，一棵树把正在这个行驶的一辆车给砸了。这就是对面的楼，哎呀妈，都砸到我家窗户过来了。对面的楼，顶楼的那个，砖都倒了，看，哎呦，太他妈吓人了！这树，好，房盖，刮了一大把就完了，房子刮没了。就我这些水泥没咋地儿，都压着了，要不然就完蛋事儿了。看这树刮倒了，Thank you.